现在都吃什么？之前给他吃洗耳式的饲料，但是有泡软，对对对。他其实慢慢可以就不用泡软。OK。有最近有让他就是那个饲料中间是有点硬，因为他现在很爱咬东西，让他开始长牙齿，对。好，体温是正常。看一下耳朵，好活泼哦。因为之前有其实有买那个洁耳液，可是我可能不是很会点，就是没有办法，因为它会像这样动，然后对，然后我还没帮它按摩而已，它就开始甩了。哦，他们有时候很敏感，你一点他就先甩了。对对对 对, 對，然后那就只能想办法拉着。OK。然后我之后看到他有一些耳垢，我用棉花棒稍微帮他清一下。但我没有看到耳疥虫啊。没有。对对，比较像是一些外耳炎的一些感染。外耳炎，外耳炎感染是跟就是细菌、霉菌。他如果睡在地上，然后地上不干净。比较像是环境中。他的皮肤上本来就有那些东西了，他抵抗力稍微差的时候就会发作，就会发炎的，对对对对对对。那其实这个还 OK， 那你洗的时候啊，其实我们棉花棒不要伸到看不到的地方。我只有在它外就是有些凹槽的地方稍微。对对对，外面你要用棉花棒都 OK， 啊里面不要用就好。啊其实我会建议是他可能点个简单的，就是比较，对对对，比较没那么长的耳药啦，暂时。OK。对对，一天帮我点两次这样子。好。对，我点一次给你看。好好，谢谢。它没有到非常长啊，还好。我们点的方法啊，我们就是来，你先帮我摸这个地方哦，这里摸摸看，这边有凹进去的。有。前面一点，这个地方。这里。在耳朵前面，对对。哦，这里。啊，这是后面，这边。有哈。哦，有。对对对，那我们搓就是要搓到这个地方，即使你是洗耳朵也是一样。就是要按这个地方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点的方法。我们就是这根长长的，它的耳道是往下的，所以我们是稍微往下。哎呦，你不要乱动，我们是这样稍微往下，稍微伸进去，挤，轻轻挤一下就好了。OK。对，你看我轻轻挤，其实因为耳朵很小，它就有点挤出来了。嗯，对。但也没关系，因为外面也可以用。OK。这没有关系，只是它耳朵附近会油油的，这是正常的。嗯，对。那就这样搓，大概搓个10秒。对，其实它蛮乖的，它没有摔，还是在这边。在这边，而且有另外一个人帮忙。我那时候一个人。要低要甩，其实，好好我根本没办法控制。所以你可能要把它耳朵拉紧。OK。对，只能控制。可能要像你这样子啦。对对对对对。没有拉那么紧。对，那洗的话，其实就是你觉得它很脏的时候，就帮它洗就好了。好好。对，洗比较不用非常频繁。OK。对，一样的动作哈，我们这样稍微伸进去。是直直的下去。对对对，这次我就挤比较小，它就没有挤出来。哦。对，就轻轻挤一下，因为它会根据它里面的量多少去决定多少，所以我很难跟你讲要挤多大力。好好。就这样轻轻的去搓它，搓它。好。基本上点药之后应该会比较明显，慢慢就不痒了。好。对。对。然后往里面，尝一看。也有可能，因为水，因为水比较容易，他们会比较有感觉。因为这是油油的。哦。对，药其实都是油的。好 ，OK。那我就帮他打预防针。好，谢谢。我们打完针后都要注意说它会不会有过敏的症状，过敏的话脸会肿啊，或者是会比较剧烈的喘或是吐，那如果有这种状况就是赶快带回来它针就可以了。对，打针会不会哭？不知道，这第一次就是把我拎着脖子，我们带着他来打针，他是小朋友，我的小朋友很秀婆。你有没有发现？他有懂吗？他有感觉了。有感觉。放这边。哦，哭了，打完才哭。对。你发现了是不是？揉一揉。我们换给你。好多。对，他毛很多。不要给他踩，因为他只要有力量会动。对呀、啊，它有地方踩，它就对，因为我本来想说它这样比较不会抖动。好了，那它这两个地方哈、哦。
有酒精的地方，你去摸其实都会摸到凸凸的，因为那是我们预防针打进去的地方。啊，你就尽量把它揉到你摸不出来为止。对，你可以摸摸看，两边都有。我们目前小在前面一点。哦，有。对对，很明显。对对，因为对他来讲，这个针其实就是比较大量，他就是把它揉到不见，他比较不会在那个地方肿起来。好。对 ，OK， 那还好。那就是，哎，他有点流血。没关系，不要跑，不要跑。我看一下，因为他在他们的产品好像。等一下哈，我会给你一块小干棉，你就帮我压着就好了。这个是他们皮肤上面的微血管。OK， 好，对，就帮他止血这样。对，就压着就好了。好 ，OK。这边没有，对不对？这边没有，这边没有。它其实就是比较难知道说它哪边有血管，就是看不到的。好，对，好的。那帮我放进来。对，就是压到你拿起来，它没有再流血，那然后那就没事了。好， okay、好，谢谢。那你可以压着揉这样子，然后现在才夹丢，可能会比较流血。对。好，谢谢。那先在外面等。好。对，等本子就可以了。好。等本子。